须弥超级阴间成就，谁能想到我真的给跪了，而且非常简单。首先我们来到水天丛林左边的传送锚点，落地之后我们直接往湖的方向直走，大概来到这个位置。如果这边没有出现这个透明水柱，就需要把时间调整到0点或者12点，然后拿出相机，记得是派蒙见面的相机，等待水都往天上流，并且对准水柱照一张照片就能拿到成就。都会进了激流，你们还见过哪些更阴间的成就吗？